OK。好啊，拍一下这边的那个周遭的景色啊，还会烧香哎。我有拍啦，啊，现在到这边了。OK， 镜头在这边。烧香嘞。OK。有啦，我们要去买便当啦。明天回金门了，然后刚才遇到那个主治医生说，明天可能会要搬出院了。OK 啦，这边第明天就今天第九天哦，明天就第十天，明天回去了。飞机票已经订好了，晚上要用信用卡买，直接的哦。我刚刚影片那个讲那个上个影片有讲那个是错的，我把全人讲成屈臣氏，因为真的是很像哈、哦。OK， 那个素食就是那个那边这边这一家还不错，这边，哎，这龙总外面的高雄龙总。高雄人种外面的那个吃的蛮多的，那边是急诊室啊，啊这边从那边二号出口。那个你们刚才叫上来咸酥鸡吗？哦哦，丢了，咸酥鸡啊。你还这么会吃哦，是不错吃的、啊。我吃的好，我们吃好。好，你等下买，这个还不错，等一下，中午时。OK， 它油还很干净啊，我刚才吃过不错。收了 ，OK， 那留着明天要用了。讲的就是这家 ，OK。好了，你那个了啊、哦。然后买便当给我。过境扫过而已，没有下雨。人来人往，看一下外面，这边外面的，哦，赞哦！计程车是马自达的，人来人往，坐吊车，高速公路，这是急诊室，急诊。我要买便当，这家素食还不错，是不是？赶快买啊！不要拍到人家店家了，叫老婆赶快买。觉得这边素食还算蛮平价的，不会很贵。你要吃什么口味啊？不过就这样子而已啊。今天无同款，是的麦吉啊，那好啊。是的，迄麦吉啊好，但是麦个平黑啊，伊敢有食这啊？豆制类袂使食的。花椰菜嘛，有看到这边无？那无？嗯？遐几个椰菜？遐好看无？面食嘿，面食小块白骨，火锅伊敢会食？较凉吼。火锅。较凉，伊敢会食这火锅？我看在讲什么？我这放这里啊，就是。星巴克应该不要紧吧？星巴克应该不要紧吧？星巴克应该是不要紧。我星巴克啊。这边星巴克。哎呀，
吃看看，伊爱吃杏鲍菇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就是那三菜哦。嗯。我几年不晒。对。OK。挑便当啦。好啦，今天差不多这边结束了 ，OK。OK， 拜拜。